我们来看到各党目前的最新民调，这个是在柯文哲深陷假账风暴之后，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民调，调查的是台湾人的政党支持倾向，好，并且针对了民众党还有民天麻进行了分项调查，结果发现民进党的支持度是34.2%，国民党支持度23.2%，那民众党的支持度是13.8%，时代力量的支持度1.3%，没有特别支持哪一个政党的占比是有26.5%。如果是跟上个月来进行比较的话，台湾人政党支持倾向出现了一些变化，民进党是稍微增加了1.1%，国民党上扬2.7%，民众党是下滑2.2%，时代力量下滑了2.1%，那中性选民的部分是上扬了1.8%。好，那为什么民众党发生如此重大的丑闻，但是呢支持度只有下滑2.2%呢？调查分析就指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事件发生时间正好在调查执行期间的前后没几天，而且其实也还没有经过有关方面证实说柯文哲本人或是他的核心幕僚有涉贪，因此大多数的民众党既有支持者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民众党。好，但是现在呢，不只是蓝绿猛攻哦，小草也开始下车了嘛，党内好似乎也出现互打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中知名的柯粉护理师呢，同时也是民众党的资深党员张乔瑜，他就爆料党中央现在不断的出包，却还不准党员发言。他也批评了战狼夫妇呢，好陈志涵以及徐府，在事实查明前好像不闭嘴会死一样，因此得罪了不少挺柯的人士。那他更直呼说到最后呢，要去挺民进党也行。好，那现在柯文哲他是指派了这个黄珊珊呢，要担任这个善后小组的负责人嘛，那上周的中评会也是没有对黄珊珊开闸，柯文哲就表示说呢，好，现在要他负责善后。不过对此，前大使谢文吉也质疑了，黄珊珊全部都知情哦，而且他是负责人，结果这么严重的事到他手上，他居然不处理耶，并且认为黄珊珊要不然他就是故意捣蛋，把事情呢要搞得很复杂，要不然就是真的无能。黄珊珊全部知情。全部也知道这件事情，对，因为他就是参与在其中，最能够了解整件事情嘛。而且他也是负责人，对这件事情他是要负责的。结果呢，这么严重的事到他手上居然不处理，哎，所以外界有传闻，一开始有传闻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自己的闺蜜，对，然后把这个揭发，然后呢，这个闺蜜还说了，我有跟黄珊珊，黄珊珊都不处理。有人就怀疑黄珊珊到底想搞什么鬼，嗯，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他到底想搞什么鬼，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你在这个组织里面服务那么久，你不知难道不知道这些账目的敏感性吗？而且是竞选经费，你今年这个钱乱灌到了你手上，你居然就不处理，然后呢被你啊灌账的这些厂商是你的这个闺蜜跟你直接反映了，你也不处理，对，你们关系这么直接，让这件事情就这样爆出来，到底为什么？所以很多这种啊，很多人在猜到底为黄珊珊在玩什么啊？这个总干事黄珊珊，要不然是故意捣蛋，把这件这么简单事情办成这样，要不然就是真无能。嗯，真正的哈没有办过事情，我觉得他也应该办过事情啊。那这怎么会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可行啊？不是，要不然就是真正无能啊，自大无能，把这些事情看得太简单。这些事情事实上一点都不复杂啊。你说一个组织要花钱的话，几下基础就办起来，然后这些账要做，你每一个月，你这种的话，你每半个月你就要结一次账嘛，很简单嘛，会计就结账了嘛。会计就在那边写什么，你今天的你这个每日的收支平衡表，你每日就填啊，你那边会计就你那边出纳就那边填好啊，然后拿到这个哈，拿到这个会计那边就开始对账啊，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跟银行账户跟他手上的现金跟收入一起来做什么，做一个对比就好了。那收入的部分更简单啊，收钱的部分还不简单，收钱的部分你就要给收据，就登录就好了嘛，这是太简单的事情啊，怎么会搞不清楚呢？对，所以除非你刻意要动手脚去里面想要去搞它，把它搞成什么
混水，想要摸鱼，才会搞成这一笔烂账。是，要不然的话就是太无能了，是太无能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不论如何的话，我认为啊，这个以一个选举总部来讲，当然是总干事负完全责任，到现在居然不负责任，对，我不晓得这个还有没有基本的纪律啊？是，连这一点啊都做不到的话，还讲什么治国？所以说穿了，真的，我觉得啊，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哦，另外台湾民意基金会还公布一份最新民调，调查的是国人对台湾民众党的感情温度，就发现20%对民众党的感情温度是50度以上，基本上是热感，33.4%正好50度属于没有感觉，40%的感觉在49度以下，基本上是比较冷感，所以平均来看的话，整体台湾人对民众党的感情温度是40.33度，远低于无感的50度，对比呢上呢是属于比较偏向冷感。那调查分析也发现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此刻台湾社会对民众党是非常的感冒。那事实上呢，40.33度代表的是民众党已经创下了两项纪录，一项是自己党史上最不受国人欢迎的纪录，那另一个是超越了国民党与民进党，创下国人对主要政党感情温度的最低纪录。和最近一次相比，也就是2023年11月，好，国人对民众党的平均感情温度下滑了8.92度，这个表示过去9个月台湾社会对民众党的感情温度出现了剧烈的变化，那民众党已经明显陷入民意的冰风暴。那对民众党有好感的人大幅减少14.7%，反感的人大幅增加11.3%，无感的人增加3.8%。更具体来讲的话，一个百分点代表的是19.5万人。好，那在过去9个月当中，民众党已经失去了将近300万人的好感，并且新增220万人的反感。这一切都跟最近民众党的假账案以及整体危机处理不当都有直接的关联。好，再来我们看到空军嘉义基地营区开放，三军乐队却表演的是日本自卫队的进行曲《军舰》，而这首《军舰进行曲》呢，它竟然是日本二战侵略各国的帝国海军的军歌。对此，前空军副司令就痛骂，这个根本是在侮辱战死的先贤先烈。讽刺的是啊，这个嘉义基地四连队呢，前身就是当年的抗日空军主力。不过国防部他们辩解说，这个完全是正常的军乐交流。回味6年，空军嘉义基地这个月10号对外开放，但乐仪队表演时却被抓包演奏了这首日本军歌。这首《军舰进行曲》曾经是日军侵略各国的帝国海军的军歌，李登辉时代就有陆军播过，遭到惩处。如今这旋律再度在军中响起，前空军副司令听了都直摇头。那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攻击中华民国所使用的进行曲，那这样对我们这些先贤先烈是不是有点侮辱的味道？如果非要播放日本的歌，你喜多郎的歌可不可以播？日本的动漫的歌可不可以播？不要去选这种军乐嘛。讽刺的是，演奏的地点嘉义基地四连队前身。就是当年的抗日空军主力基地开放，更是为了配合814空军节，纪念当年8月14号抗日的淞沪会战。大陆上8年抗战，牺牲了200多万的军民同胞，牺牲了2000多架战机啊！对我们中华民国血洒长工的飞行烈士那么的尊敬，那我们为什么要播放日本的这个军歌去赞颂日本帝国主义呢？我认为不要去骂这些军人，因为军人是奉命行事。那时候怎么被日本人所欺凌？不止台湾嘛，整个东南亚，整个韩国都是这样嘛？我们的政府既然是这种态度，不止对国军是一个很大打击，对热爱中华民国的国人来讲，他更是不能接受。国防部解释，当天表演也演奏英美军歌，属于正常军乐交流。有人就在网络上炮轰：“那你有没有演奏纳粹德国装甲兵进行曲啊？这感觉不就像在犹太纪念馆唱纳粹歌曲吗？”那你为什么不演奏一下解放军的军歌呢？反正都不需要有立场，反正都是交流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要凸显国防部的矛盾。国军庆典却放敏感的日本军歌，究竟是纯交流敏锐度不够，还是切割历史想搞去中？不管是哪一种，对于先贤先烈的遗眷来说，恐怕都无法接受。记者钟成亮、曹廷涵 SN 小组采访报道。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